水利乡上安川一位单身美农，因为梅花季有真侪游客前来赏花，也予伊的梅子产品是卖了特别好，又感受到社会大众的高关照顾，因此在梅花季即将结束之前，伊是特别将这一只马所赚的一些收益捐予社区甲偏乡学校，希望抛砖引玉，或者是家庭会当过一个好年。那个对我们的产品的支持啊，所以这一次所有的那个金额的话，提拨10%出来给一些弱势团体啊，双龙国小还有靖坑国小跟那个我们上安村的弱势团体这样子啊，我想说若现在年关将近了，哎呀啊，提拨一点金额出来这样子。每农单水林都在关心和上安村的就是民众，也特别关乎在地群客国小以及新义乡的双龙国小，尽家己的一份心力来回馈社会，和两间学校的校长是非常的感谢。感谢我们陈董哦，他是我们靖坑国小毕业的校友。在今年啊，事业有成啊，要回馈给学生当奖学金，那非常感念他在这个梅花季的时候啊，在这边啊来做一个仪式。那学校的学生相当的弱势啊，有70%的一个弱势的学生啊，希望透过这个奖学金啊，让他们有更好的金钱，可以让他们过好年。非常感谢陈董哈，那陈董在这个梅花盛开的时候呢，能够举行这样的一个善举哈，对我们双龙国小弱势的家庭、弱势的小朋友，能够提供这方面的奖学金呐、啊，感觉到非常的钦佩哈。当天的梅花季成功带动经济效益，大家赏花买梅花产品的时阵，各有梅农替大家捐钱来做爱心，让这个当天也因此更加有温暖的人情味。记者金木山采访报道。